许多人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，希望保持身体健康，但专家说只做单一运动恐怕很难维持下去。但怎么样健康而且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时候，又觉得好像很空幻，所以怎么样让这个运动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健康联合起来，所以我们运动要有创意。二四不应，二四不应，三项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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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不四，四不四。像这样结合数字喊口号，平均对称运动肢体，把握基本重点，每个人都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创意运动。健康运动大概几个内涵，比如你有做的是伸展操，让你的筋骨比较灵活，或者有一些是肌力训练，训练你的肌力耐力，避免肌少症。或者是强化你的心肺功能，打破一定要在某些场地才能运动的迷思，只要有空随意玩出自己的运动，一样能保持健康。大爱新闻黄彩绮、邓英中台北报道。